各当下咱来往看吼，最近的金马计消息真贵哦，起足济，啊有人就想买黄金来做投资，要么提醒大家注意哦，市面上可能有假黄金。这是台南的警方抓到一对兄弟啊，因以前是伫金马店伫咧学西啊，将这黄金啊加水金甲烧惨，再个电镀伫咧银价甲顶面，半年来靠着卖这假金啊，赚有上百万。画面中，这名男子参哥哥带到店，因偷偷啊伫遮咧提炼黄金。不过，伊毋是真正咧提炼黄金，因要做的是假黄金。咱详细来看，伫这间内出桌顶这条金破链，佮有这个金佛像，全部拢是外表敢若一盏镀金啊。切过来看，内底材质是银的。这两个兄弟啊，看这卖黄金介绍真悬，较早伫银楼学过西啊，知影要如何将金啊改提炼出来，所以想出一步，将黄金掺这个水银透蓝，然后伫银角面顶变成假金啊，卖去银楼赚现金。过程内底因为水银有臭味真严重，为着避免中毒，两个兄弟啊，伫这个防毒面具，嘛设这个排气管，将这个毒气排去外口，毒害厝边隔壁。加在警方即马抓到两个人咯，无食唔知会毒害偌济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